大家好，我是程野。今天是2月初一，特殊的日子，今天是释迦牟尼佛日，跟我的师兄们啊，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一起来放生。今天呢也是我的生日，在此呢借我的生日吧，也祝所有的好朋友心想事成，有一个好的心情，身体安康，祝我的家人们开心快乐。